苏登架车九一，那油价中柱吼，冠云老师九一，灰灯架车九一，咱请中心吼来引领吼，咱来贵宾来九一，欢迎各位贵宾莅临。欢迎咱的贵宾莅临，来莅临咱的等候台灯吼，非常的欢迎。雷声请就位。来拍照留念吼，非常的感谢吼，感谢咱的来宾莅临吼。现在签妥仪式，第一签任了顺利，台地平安，党号顺利。第二签党号平安，树的风机为我点心。第三签。一切缘何吉祥，电机引导降温冲凉，请在先奉上金币。来，咱请各位长官贵宾哦，咱将你的大名哦，写在咱金像顶冠哦，都来见证咱历史上的一切哦。非常的感恩咱各位长官哦，以及咱的贵宾的莅临哦，非常的感恩。请各位长官哦，以及咱的贵宾哦，咱到台前来拍照留念哦，非常的感恩。
请你先移民来宾到大节，来请，来又请来宾到大节吼，来拍照留念，非常的感恩，感谢咱今仔日的贵宾莅临吼，非常的感恩吼，来领咱顺天如意的冠军奖，大好大顺吼，非常的感恩。贵宾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感恩，非常感恩哦。请贵宾来宾哦，到休息区哦，咱来饮用汤圆哦。咱今仔日的汤，咱今仔有准备汤圆哦，要给咱各位贵宾来饮用哦。汤圆代表着今仔日的大宴圆满吉祥，以及各位来宾的幸福和美满哦，非常的感恩。感恩各位贵宾的莅临。贵宾莅临，意气顺天，不表冠军奖，建功基地，大好大典，十二万分的荣幸，感恩，感恩。感谢贵宾饮用汤圆哦。咱今仔日的汤圆哦，代表着咱今仔日的大典圆满吉祥。啊，各位来宾请好比段吼，非常的感恩哦，感恩各位来宾的莅临。